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老方的产品介绍。今天我要介绍是 Ship， OK， 这个产品叫 Ship， 然后这个是适合三岁或三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玩的。所以让我们一起开箱。OK， 当你们跟我们购买的时候，这个 Ship 它就有里面有这样的大字。OK， 所以开给你看。OK， 这八字是教小孩子去认识。OK。啊，看到吗？形状跟形状啊 ，OK， 所以他们是要怎样呢？啊，就是要找出对应的形状，然后他们就能够 match 在一起 ，OK， 啊，他们就能够 match 在一起 ，OK， 看到吗 ？OK， 他们可以 match 在一起，所以我做一个示范给你们看。OK， 所以我做一个示范啦 ，OK，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粘。OK， 所以他们就可以做啊，就是这样哦。他们就从中，他们可以认识哦，形状 object， 形状 object， 形状 object， 这样这样他们从中他们可以学习到 object 是什么形状哈，他们就会非常印象深刻咯。所以这个它是 100% 呢，它是 100% 面板加包 ，OK， 100% 面板加包 ，OK， 啊，我请你们看啊，哎，这是加包声 ，OK， 所以他们。除此之外，他们可以玩之外，他们还可以这样玩。OK， 这是可以给他们 train 那种 memory。所以，当他们这样开，当他们这样开的时候，他们开这个哦，这个不是吗？所以他们就要关起，他们就要记得哦，这个就不是啊嘛。对，所以他们要开看其他对的哦，他们开到这个，他们这个也是不是嘛？所以他们要记得哪一个不是，哪一个是。所以他们要开起来的时候，他们才能够 match 在一起。说这个可以训练小孩子的记忆力。OK， 所以这个产品呢，我总结一下，这个产品的好处是。一可以学习到不同颜色，二可以学习到不同的形状，三可以学习到不同的 object， 四可以提升小孩子的眼手协调，第五力可以让小孩子力去提高我们的 social 跟 emotion 的，因为这个可以拿来跟他们朋友一起玩 ，OK， 然后第六力可以让他们 train 我们的 memory， 像我刚刚这样玩这样，像我刚刚这样玩 ，OK， 所以他们可以从而他们 train 他们的 memory， 而且他们 memory 以后会越来越更好。还有就是可以去我们的 focusing， OK， 所以今天的这个 Shabby 我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